好，欢迎来到艺术闪亮亮。大家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今天我们来画美乐蒂。OK， 我们先来画她的小眼睛，然后是她的小脸，然后是两只大大的耳朵，然后我们把蝴蝶结画一下。好啦，接下来是他的小手手，接下来是他的身体和小脚脚。好啦，我们把线描粗一些。接下来我们来上色，先把他的鼻子，然后是腮红，接下来是他的耳朵，粉红色。接下来他的帽子也是粉红色的。再把他的小手手也画一下 ，pink。接下来我们来画他的蝴蝶结，淡蓝色 ，light blue。好，这样一来，美乐蒂就画好了。好，今天的动画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喜欢今天的画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点赞收藏哦。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.